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26号，就来是到期指结算了。因此很多的表现呢，大家不可以只看这个眼前的东西，要看到去到是礼拜五的东西，这个期指的结算。我们看看今天是升跌板块里面呢，其中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有地产是升的，銀行